请起立，双手合十，拜，三跪临前，又告别，祝福母亲安乐往西天，再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九叩首。好，请慢慢的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，再向母亲拜礼。程好，工作人员请用酒精谢香茗，请拜。再谢香茗，请拜。三谢香茗，请拜。上面道，只要在世的家人不曾忘记，但保过往的亲人就会永远在心底。人生旅途当中所有甜蜜的回忆点滴，我们将会永远的放在心里面。也非常谢谢您长期以来对家人的关爱与付出，也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了许多深刻难忘的回忆。也请你永远记得，休息不是结束，而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。未来的日子里，在另外一个世界，请你要好好的保重，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如果说今生的相遇是我们的久别重逢，那么这一次的分离，就当作是我们下一次的后会有期。祝福您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永远平安顺利，全体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礼程七位鞠躬回礼，谢谢母亲娘家这边的长辈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，那麻烦请回座。与正位，祈愿慈悲佛陀、色律秀净居士、光明智慧平安吉祥，并破除众生内心的无明黑暗，能够以般若之眼，在红尘浊世中探长自处，并。